大家好，我是香喷喷的主厨香师傅。我是大姐主厨赵璇。我是小姐主厨爱子。大家一起来洗洗手，擦干净，动动脑，想创意，亲子快乐做料理，甜蜜幸福在一起。赶快一起来看看今天要做什么料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寿星，赶快吹蜡烛吧。快吹蜡烛吧，寿星。可是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啊。那是谁的生日啊？哦，抱歉抱歉，这是悠悠妹的生日蛋糕，我不小心放错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算了算了啦，反正那也不是我们的蛋糕，算了啦。小师傅，可是我们想吃蛋糕。对啊对啊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做蛋糕。好棒啊！而且啊，是营养100分的红萝卜蛋糕。要准备的材料有：低筋面粉300克，糖100克，泡打粉10克，盐10克，鸡蛋6颗，奶油180克，红萝卜丝150克，和鲜奶油100克。首先，我们要先把盐和糖加入蛋里面，搅拌均匀。还要再加入一点奶油，搅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准备低筋面粉，然后准备一个滤网，我们要来过筛。过筛这个动作呢，是为了让面粉呢不会结成一块一块的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看，面粉都变得非常的细喽。嗯，还要再加入泡打粉，混合一下。接下来呢，要把刚才搅拌好的蛋液倒进去，然后红萝卜再加进去，搅拌均匀。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烤蛋糕喽，准备好一个模型，然后在里面涂上奶油。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刚才搅拌好的面糊全部倒进去。哇，好。我们要把它放到烤箱里面，用大火烤30分钟。那注意哦，烤箱很烫，所以小朋友要请爸爸妈妈帮忙哦。在烤蛋糕的同时呢，我们要来打鲜奶油喽，大概变成稠稠的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它拿到冰箱里面去冰20分钟。等蛋糕烤好之后呢，我们把它横切一片一片，像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先把第一层涂上鲜奶油，还要再盖上第二层哦。再涂上奶油。这是你第一次做蛋糕吗？不是。我们把第三层也放上去，糊一样涂上鲜奶油，不要浪费了，全部都挤上去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涂好鲜奶油之后呢，来挤奶油花喽。哇，好漂亮哦，香师傅好厉害哦，因为他是香师傅啊。滴滴，哇，好漂亮啊！红萝卜蛋糕完成了，很漂亮吧？香喷喷的蛋糕涂上一层一层的奶油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小朋友，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，想要一起来吃红萝卜蛋糕了呢？美味可动，快来吃看看。嗯，奶油甜甜的，蛋糕绵绵的，好好吃哦。嗯。而且红萝卜是一种很营养的食物，里面有维生素、矿物质，像是维生素 A 啊，对眼睛很好。香师傅，我们都背起来了啦。嗯，背起来就好。那小朋友也赶快动手做做看吧。料理甜甜圈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先把盐、糖和奶油倒入蛋液里搅拌均匀，把低筋面粉过筛，再加入泡打粉。把混合后的粉倒入蛋液，再加入红萝卜，搅拌均匀。将锅子里面涂上奶油，倒入搅拌好的面糊，放入烤箱大火烤30分钟。鲜奶油打发后，冷藏20分钟。把烤好的蛋糕切成一片一片的，再一层一层涂上奶油，叠起来就完成喽。